第二课，结账。Now, let's watch a video together. 我们这边是结账吗？对，是买单。你稍等一下啊。好的。您这边大概是几号桌？6号桌。哎，好嘞，可以的。总消费是200元。然后咱们是微信还是支付宝付？微信。现在在我扫您这边。哎，好，可以的。我还有几个菜可以打包吗？可以的。好，谢谢。不用客气，那欢迎您下次光临。好，谢谢。您好，买单。您几号桌？6号，一共200元，您怎么付？微信。好的，我扫您。我还有几个菜可以打包吗？可以，谢谢，欢迎下次光临。Now, let's learn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together. Follow me, please. 您好，买单。您几号桌？6号，一共200元，您怎么付？微信。买单，买单。If you want to pay the bill, you can say, 您好，买单。您好，买单。付，付，您怎么付？您怎么付？You can use cash, or you can use your mobile phone to scan the code to pay. 微信。微信、支付宝、支付宝。Now in China, e-payment apps are widely used, especially Weixin and 支付宝。好的，我扫您。我还有几个菜可以打包吗？可以，谢谢，欢迎下次光临。打包，打包。Chinese people often say that，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什么？什么？疑问代词什么？表示疑问。用在疑问句中，可直接做宾语。或者与后接名词性成分一起做宾语。什么？动词加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喝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请同学们和我一起读。Follow me, please. 吃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喝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面包，面包。鸡蛋，鸡蛋。牛奶，牛奶。果汁，果汁。作业，作业。家务，家务。用什么对吃的东西，要怎么提问呢？大家来试着问一下。非常好。你吃什么？你吃什么？那我们要怎么回答呢？
我们可以说，我吃面包，我吃面包。也可以说，我吃鸡蛋，我吃鸡蛋。用什么对喝的东西提问？应该怎么问呢？太棒了！你喝什么？你喝什么？我们可以说，我喝牛奶。我喝牛奶。也可以说，我喝果汁。我喝果汁。那用什么对做的事情要怎么问呢？太棒了！你做什么？你做什么？我们可以怎么回答呢？对，我做作业。我做作业。还可以说，我做家务。我做家务，非常好。请同学们再跟老师读一遍。你吃什么？我吃面包。我吃鸡蛋。你喝什么？我喝牛奶。我喝果汁。你做什么？我做作业。我做家务。太棒了，同学们都学会了什么怎么用了吗？我们再来进行第二个疑问表达方式的学习。吗？疑问助词吗表示疑问语气，用在陈述句句尾，构成疑问句。吗？陈述句加吗？大家有忌口的吗？大家有忌口的吗？可以打包吗？可以打包吗？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吗？吗？刚才我们学习过的生词，大家还记得吗？好，非常好。面包、鸡蛋、牛奶、果汁、作业、家务。用吗对吃的东西提问，要怎么问呢？非常好。可以问，你吃面包吗？你吃面包吗？那要怎么回答呢？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我吃面包。也可以否定地回答，我不吃面包。妈对喝的东西提问，应该怎么说呢？非常好。你喝牛奶吗？你喝牛奶吗？
如果喝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回答呢？我喝牛奶。我喝牛奶。不喝呢？我不喝牛奶。我不喝牛奶。对做的事情怎么问呢？非常好，你做作业吗？你做作业吗？肯定的回答可以说，我做作业，我做作业。否定的回答可以说，我不做作业，我不做作业。好，请同学们跟老师一起读一遍。你吃面包吗？我吃面包。我不吃面包。你喝牛奶吗？我喝牛奶。我不喝牛奶。你做作业吗？我做作业。我不做作业。第二个疑问表达方式，同学们学会了吗？呢？疑问助词呢，用在名词或代词后构成疑问句，用于询问上文提到的情况。常用的句式是 A, B 呢？ A, what about B? 呢？代词或名词加呢？我要一盘鸭肠，你呢？我要一盘鸭肠，你呢？我喜欢篮球，你呢？我喜欢篮球，你呢？A, B 呢？请跟老师再读一遍。A, B 呢？刚才我们学习过了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做的事情。用我们刚才学的 A, B 呢？可以怎么提问呢？对吃的东西可以怎么提问呢？我吃面包，你呢？我吃面包，你呢？肯定的回答可以怎么说？非常好，我也吃面包，我也吃面包。否定的回答呢？我不吃面包。我不吃面包。同学们来试一下，对于鸡蛋要怎么提问呢？太棒了！我吃鸡蛋，你呢？肯定的回答怎么说？对，我也吃鸡蛋。那否定的回答呢？我不吃鸡蛋。非常好。对喝的东西应该怎么提问呢？对果汁应该怎么提问呢？太棒了！我喝果汁，
你呢？我喝果汁，你呢？肯定的回答应该怎么说？我也喝果汁。我也喝果汁。否定的回答呢？非常好。我不喝果汁。我不喝果汁。对家务应该怎么提问呢？太棒了，我做家务，你呢？我做家务，你呢？肯定的回答可以说，我也做家务，我也做家务。否定的回答可以怎么说呢？我不做家务。对，非常好，我不做家务。请跟老师一起读一遍。我吃鸡蛋，你呢？我也吃鸡蛋。我不吃鸡蛋。我喝果汁，你呢？我也喝果汁。我不喝果汁。第三种疑问表达方式 ：A、B 呢？你学会了吗？几？疑问代词几，用来询问数量的多少，一般用于询问十以下的数字。几？几加量词？您几号桌？您几号桌？现在几点？现在几点？几可以加量词。我们上节课学了什么量词呢？对，我们学了碗，学了盘，还学了瓶。那跟老师一起来读一下下面的生词：可乐、可乐、米饭、米饭、牛肉、牛肉、鸭肠、鸭肠。点菜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问呢？对，非常好。我们可以说，你要几瓶可乐？你要几瓶可乐？可乐装在瓶子里，所以我们可以说，三瓶可乐，三瓶可乐。要米饭的话，可以怎么问呢？你要几碗米饭？太棒了！对，你要几碗米饭？米饭在碗里，我们可以回答，两碗米饭，两碗米饭。想要牛肉，可以怎么问呢？你要几盘牛肉？你要几盘牛肉？牛肉
在盘里，我们可以回答一盘牛肉，一盘牛肉。吃火锅怎么能少得了鸭肠呢？可以怎么问呢？你要几盘鸭肠？你要几盘鸭肠？我们可以怎么回答？非常好，一盘鸭肠，一盘鸭肠。同学们，跟老师一起来读一遍。你要几瓶可乐？三瓶。你要几碗米饭？两碗。你要几盘牛肉？一盘。你要几盘鸭肠？一盘。第四种疑问表达形式，你学会了吗？怎么？怎么？疑问代词怎么？用在动词前，询问动作的方式。怎么？怎么加动词？您怎么支付？您怎么支付？你怎么去学校？你怎么去学校？怎么加动词？怎么加动词？跟老师一起读。学校，学校。车，车。买单，买单。微信，微信。如果我们提问去学校的方式，应该怎么说？非常好，你怎么去学校？你怎么去学校？我们怎么去学校呢？坐车去学校。坐车去学校。买单的方式可以怎么提问？您怎么买单？您怎么买单？用支付宝还是微信？对，我用微信买单。我用微信买单。跟老师一起读。你怎么去学校？我坐车去学校。你怎么买单？我用微信买单。第五种疑问方式，你学会了吗？今天我们一共学了几种疑问方式呢？大家想一想。对，一共学了五种。那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掌握吧。让我们来一起练一练。看，这是什么？对，这是表。现在几点呢？现在八点。八点。要去哪里呢？对，八点。要去学校。那我们应该怎么问呢？用什么
可以怎么问呢？非常好。八点，你做什么？八点，你做什么？可以怎么回答？我去学校。我去学校。还可以怎么问呢？对，你怎么去学校？你怎么去学校？可以怎么回答？我坐车去学校。我坐车去学校。现在是几点呢？对，现在是12点。用什么可以怎么提问呢？12点，你做什么？12点，你做什么？可以怎么回答呢？12点，我去吃火锅。12点，我去吃火锅。非常好。现在是几点呢？1点。用什么可以怎么问呢？1点，你做什么？1点，你做什么？可以怎么回答呢？对，非常好。1点，我在睡觉。1点，我在睡觉。当你早上醒来，出门，在路边买早饭，手机扫码即可支付，坐地铁买票，手机刷一下就行。下了地铁，如果走去公司的时间不够，手机扫一扫小黄车，几分钟就能骑到公司。午饭时间呢？你和你的同事用手机搜索附近餐馆，很多 APP 都会安排团购套餐。晚上回到家太累了，不想出门，用手机 APP 叫外卖，打车、水电费，甚至是医疗费都可以用手机搞定。但是手机没电了的话，不就完蛋了吗？别急，你可以租借到共享充电宝。这就是大部分中国人现在的生活，一种可以跟银行卡说再见的生活。你学会了吗？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